别打扰我工作好吗？咱爸那件事啊，我也是被影生城拖进来的，我也是受牵连的。是我爸。你爸跟你更没有关系了。没关系。白叔叔和张姨，白叔叔跟张姨现在闹僵了，你作为女儿，我作为邻居，帮帮忙总行吧？你可以生我的气，生多久都没问题。没生你的气，我干嘛要生你的气？但这些事情咱们得解决吧。先生，您是要入住吗？对。不好意思，我还有一句话。你现在不回答我可以，你只要负责把大姐还有三妹带出来就行了，其他事情交给我好吗？好的，就这么愉快的决定了，再见。不好意思啊。不好意思啊。哎，二丫头，你说这好端端的怎么照起全家福来了？你老实交代，是不是你爸的主意？反正他犯了错误，得好好弥补弥补你啊。反正你们别嫌我事儿多啊，因为他这次离家出走啊，我们得好好指指他，不然他老毛病还得再犯。我无条件支持你，还是这个耳环跟这衣服搭。嗯，我最相信你的眼光了。让你再打扮一会儿，我看准备好没有。去吧。哟，拍个全家福至于吗？人都哪儿去了？黑什么呀？怎么就你一个人？其他人呢？不是，佩君，这行了，别以为拍个全家福我就能原谅你，没那么简单。我知道这个拍这全家福其实就是一个幌子。什么幌子？拍不拍全家福不重要。怎么就不重要了？佩君，我知道这结婚前呢你就想弄一个求婚仪式，但是我不是拉不下这张老脸吗？结婚以后呢，这你为这个家这个忙出忙进的，我也没什么表示，还整这么一个这个离家出走，我整得挺闹心的。我这佩君，对不起，这单脚跪得有点累啊。佩君，我真心诚意的希望你能接受我道歉，也谢谢你嫁给我。下不为例。我保证没有下回。那好了，起来吧。那这算是就原谅了。原谅了。起来啊。报告领导，起不来了。来一把吧啊。这求婚真不容易，你说这啊？哎呀，来，二位坐好了。哎，两位老人家靠近一些，让我们把幸福和甜美记录下来。本来不老，被你一说就老了。就是不老。好嘞，面带微笑。哎，一二三，照嘞。哎，老白跟张姨闹矛盾，你们俩怎么都不跟我说呀？我想着你腿不是有伤吗？让你好好休息休息。再说现在没事了，他们两个人和好如初。你跟任海龙的事情，姐姐都告诉我了。我觉得这个事情吧……哎呀，我知道你想问我什么。这个问题我已经问过任海龙了，我现在可以很确定的知道，他爱的是我白苏这个人。跟我的长相没有关系。
还没有考验呢，你就知道这是真心的。我可跟你不一样啊，非得把男人的耐心都磨没了，你才后悔。我觉得周岗松这次表现特别好，上次就是爸爸小心眼了，错怪人家周岗松了。而且人周岗松也解释清楚了，那是他秘书，都结婚了，日子还过得特别好。对呀，这么好的男人你就别端着了。哎，我跟你说，你可是结过一次婚的女人了，再结可就是二婚，矫情什么？怎么说话呢？哪能说你二姐再结婚就是二婚了呢？我说的事实啊。也对哦，讨厌。哎。